贾斯蒂列霍加盟 AC 米兰。北京时间8月17日消息， AC 米兰继续在转会市场上运作，他们通过官方网站宣布从比利亚雷亚尔签下西班牙前锋贾斯蒂列霍，并确认从热那亚签下拉克索尔特。与此同时，巴卡离队加盟比利亚雷亚尔，拉帕杜拉加盟热那亚。新浪体育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。